先吃吧，吃饭不规律会伤到肠胃，以后再忙也不要忘记吃午餐。你呀。 要不是我刚刚正好路过注意到了，恐怕你根本想不起来自己还没吃饭吧？真的吗？那我去提醒你吃饭的时候，你怎么一副才想起来的样子？在照顾自己身体这方面，你的诚信度可不够。 看来以后，我还是得多盯着你一点比较好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应该尽量多注意这方面。话说回来，以后无论再忙，你也要顾及身体，不然我会很担心。晚上我可能会加一会儿班再回。 你呢？好，我们一起回家。 看来这个互动游戏对我们来说还多了一个性质，适合放松身心。来，我们开始吧。 真是有点出人意料的游戏。
脸？为什么？好像确实是这样。为什么是下巴？如果说这样就算方便，那我只要稍微一低头，岂不是更方便你吻过来的动作？我帮你选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当然可以。嗯，就从额头先开始吧，这里怎么样？不喜欢吗？那这里。原来是这样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嗯，喜欢吻你的什么地方？坦白说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好，那我就直说自己的感觉了。我不知道怎么选择，因为我一直觉得你的所有，我都喜欢。无论是你身上的任何部分，还是你表现出来的任何言行，对我来说都有无穷的吸引力，让我不知不觉地想要接近你。
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感受。另外，你一定不知道，很多时候我都想遵从内心的呼声，去吻你，触碰你。比如此时此刻，我就想这样做，可以吗？希望梦到我。